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能遭遇。百千万劫能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愿解如来真实义。啊，各位请坐。咁咗咯，大师唔惊，可以惊。好啦，咁啊，今日咧，我哋就讲一部全新嘅经典吓。咁啊，啱讲完呢个《药师七如来功德经》啊，咁跟住而家要讲呢个咧，系叫做《佛说首楞严三昧经》。咁啊，呢部经咧同《楞严经》有冇关系咧？咁啊？咁表面上睇落去就好似冇乜關係嘅。咁但係咧，我亦都對照嗰兩部經咧，就發覺到呢個首楞嚴啊，即係喺《楞嚴經》裏邊講咧，咁呢個首楞嚴大定係佛嘅定嚟嘅。咁啊，咁裏邊係講緊啲乜嘢嘢咧？咁呢個首楞嚴三昧經同我哋以前聽過又係咪有好多三昧㗎？係嘛？有如幻三昧，有無爭三昧，有入不思議解脫三昧，有住不思議解脫三昧，係嘛？記唔記得？我哋都睇過講呢個《維摩經》嗰陣，係咪講住不思議解脫三昧啊？能夠咧喺一佛國咧自由出入啊！又借獅子座啊，咁啊成個世界搬咗過嚟呢個世界度啊，等等啊，呢啲就係叫住不思議解脫三昧啊！咁好啦，咁呢本經咧，其實咧，係絕對係甚深嘅。我可以講話係我有史以嚟啊，喺我講經以嚟啊，或者分享佛法以嚟咧，我認為係最深嘅一部經嚟嘅嚇。咁希望咧，仗佛力咧係加倍啦嚇，能夠令到我可以解到如來意啦，亦都護念一切聽經嘅人咧，都能夠了解如來真實意啦嚇。咁咧。就會希望透過有人去說呢本經，轉動呢個經法咧，能夠令到正法久住啊！因為呢個經文啊，佢嘅內容如果一宣揚嘅話咧，就會人人都知道一切眾生嘅佛性同十方三世諸佛有咩分別，有咩關係啊？我哋嘅佛性咁啊，點樣先至顯現我哋嘅佛性咧？啊，呢個真係～在佛住世至到而家以嚟啊，这个世间无数的菩萨啊、大德高僧啊，都是研究紧的问题啊，怎样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呢，能够显现不生不灭的佛性，而显现这个寂灭大定呢？咁呢一个呢，亦都是严格来讲呢，我们讲学佛啊，是不是记不记得我们所讲学佛是分了三班的啊？第一班叫做什么？人天成，佢個範疇係咪叫色相啊？色相世間，即係我哋叫有為係嘛？色相嘅嚇。咁第二班叫做咩啊？意成或者叫出世間法係嘛？佢哋會顯現咩啊？顯現空性解脱係嘛？一個係色，一個係空，一個係世間法，一個出世間法。咁大成係講緊咩啊？色空圓融。色空圓融，世出世間係嘛？圓融嘅，既係出世間圓滿，就安住呢個大定啦。亦係遍滿十方，好似普賢行願咁啊，係嘛？但願我個願啊點啊？遍滿宇宙虛空嘅過去、現在、將來啊！喺一切佛所乃至行信虛空嘅一切眾生嚟到救度佢哋，將所有功德回向佢哋，令佢哋成佛。呢個喺有為法係咪無有窮盡啊？所以係咪好似《維摩經》講啊？不住無為，不盡有為，係啦嗱，有為可唔可以盡啊？無盡的有為，我就有無盡的願力披覆他，我的功德就回向他，所以只要有虛空的地方，無論過去、現在、將來，都有菩薩度生的方便。這個呢，就是所有大乘法是講緊兩種的現象，第一種是空性的解脫，第二個是慈悲的方便，而兩樣東西是同時期存在的。这个也是一切如来藏性的特点来的。这部经呢，严格来说呢，就是也是在这个范畴里面呢，
去指導啊，一切發菩提心行菩薩道的菩薩門修行。所以一講大乘呢，你只是講空呢是不行的，那你只是講色行不行呢又不行的，它一定是兩樣東西同時是具足，同時既是波野自照清淨解脫安住究竟涅槃，亦是妙用無窮過去現在將來遍覆虛空一切世間來到廣作方便的，這個就是如來藏性，既是全清淨的法體，亦是全什麼方便的妙用啊，這個呢亦都是先講了大乘的觀念。你有了這個觀念之後呢，我們再聽呢，知道這本經不是人天成的教法，不是二成的教法，一定是大乘菩薩在一切芸芸修行禅定，我們說修行三昧，透過禅定、車摩托、三摩缽提，我們在圓覺經說過有三種方法變成二十五種清淨定論的，它的目的都是希望證到種種的三昧境界，三昧就是 Samadhi 正定的意思，即是說在覺悟清淨的基礎底下能夠廣演空花佛事呢，就是一切菩薩摩诃薩必須要學習的這些法門來的好了，這個首靈驗三昧呢，它的特點就是說通首靈驗三昧，通達虛空一切三昧，留意一下我講這句說話厲害不厲害，通達虛空一切三昧，那就叫做靈驗王，是不是這樣的，即是這個三昧王來的，我們留意一下那到底它是怎個原理呢，那這本經呢又有一些講得都挺透徹，那我也都在有其他的經典裡面呢去引述了有關靈驗這個名字它的含義和這個三昧產生的關係呢，作跟大家作一個很清晰的分析，同埋呢你一明白了個道理之後呢坦白講，雖然這本經是深，但是我已經掌握一些方法呢，就算你不識字的，你聽得我明白我講乜嘅話呢，你都知道裡面的經文的含義的所以呢儘管易理深，但是不難理解的好啦，咁而家呢首先我哋就開始正式呢去解呢個經題解呢個經題。佛說，咁即係呢本經係邊個講嘅？佛講嘅，唔係菩薩講嘅嚇。呢個就係佛為主。咁啊，呢本經咧係出自如來金口所說，即係話如來所講咧係最權威嘅，因為佛是真語者、實語者、如語者，佛唔會妄語。佛講親每一句説話咧都一定真實，佛先至講嘅。佢首靈驗三昧經，首靈驗係一個名。咁咧三昧咧係解正定咁解，三摩地咁解。經係解咩啊？契經啊，蘇丹拿、蘇丹拿啊，或者叫做蘇丹拿咁啊，嗰啲譯音譯過嚟就意思咩？契合宇宙真理的經典教化，只有契合真理嘅內容，先至堪稱為一部經。即係經咧係唔錯得嘅。不可以錯的，在佛經的定義來說，佛說是不會錯的，所以佛說的法全部叫做蘇丹拿，叫做經，叫做契經即是一定對的。那我們凡夫啊、科學家、醫學家，他研究出來的結論呢，他當時覺得對的，是吧？他不對不說，但是可能有機會將來會推翻都未定的因為原來我計錯數，原來我還有個新的法靈，那可能就推翻以前說的東西，那些可不可以叫經呢？是不行的，所以我們凡夫的理論，無論你哲學家所說的東西都不能夠稱為經，只有佛說的說話。因為如果以佛教的定論來說，佛的智慧、的知覺等於虛空，儘觀過去、現在、將來一切世間的真相，一切眾生乃至現象的演變的過程，它盡皆清楚。所以佛說的說話呢，是觀照住宇宙真實的現象而講出最真實的答案，所以這個答案是必定真實的。那這個稱為經。那這部經呢，就是說佛去講首靈驗這個三摩地的經典，
咁到底守靈驗係咩意思咧？以下落嚟咧，紅色字嗰部分咧就係為大家解釋守靈驗嘅嗰個意思啦。守靈驗係梵文嘅譯音啊，又叫做守靈伽摩啊，有人讀靈騎摩啊。咁呢個咧就我覺得讀個伽字就比較準啲嘅嚇。咁佢個譯過嚟英文嘅咧就啊 Sram Gama Sram Gama啊，所以叫做守靈伽。伽摩啊，咁又會比較準啲嘅嚇。啊 ，Sram 就叫就係譯過嚟就守 Sram 啊啊誒誒啊守靈啊 Sram 守靈伽摩，咁啊譯過嚟叫守靈伽摩。佢意思係咩啊？勇健咁解。咁一個菩薩修行勇唔勇啊？好勇喎！你話普賢十大行願啊？我哋喺第二個道場正喺度講緊呢個普賢十大行願勇唔勇啊？不怕死的喎，係咪勇到點啊？過去、現在、將來，所有眾生我都誓願行信喎，勇唔勇猛啊？咁你真係包括三惡道報嘅眾生，你都行信，痴眉妄兩夜叉羅剎，乃至捐飛魚洞嗰啲眾生，你都行信喎。你話你勇唔勇猛啊？好勇猛先做得到喎。所以呢個勇咧，係代表咗咧係殺多咁解。我哋由 body sava sava 咧，其實係代表咗勇士啊 ，body 代表正覺，即勤求正覺的勇士就叫做 body sava， 譯過嚟叫做菩提薩多，簡稱叫做菩薩啊。菩薩嘅意思係咩啊？勇士嚟嘅，係代表如來喺做使者，喺一切世間嚟到廣度眾生，幾麻煩幾辛苦，佢唔怕嘅，勇唔勇猛？勇猛。咁呢個咧？这个呢個咧 ，Sram Gama 咧就係屬於咧一個形容菩薩喺勇猛嘅道生過程當中而安住嘅三摩地、三昧、Samadhi。三摩地咩？靜定，係咪合曬我哋之前講兩個標準啊？即大乘菩薩係咪一方面要度眾生？嗱，你唔度眾生，你可唔可以叫菩薩咧？因為我要自己成佛，我一定要令一切眾生成佛，咁樣自覺覺他自度度他嘅人，先至堪稱一個菩薩。所以呢個叫做自覺覺他嘅覺有情啊，自己覺悟咗嘅有情，仲要去覺悟未覺悟嘅有情，咁啊仲有幾多要覺悟啊？所有啊，咁就發菩提心啊，就將來咧得成一切種子。咁呢兩樣嘢咧都係合乎大乘菩薩的一個標準。菩薩如果只是染世間去度眾生的，而不能夠安住正定，不知道是假的，這些叫做什麼菩薩？有疾菩薩了，班長記得了。在這個《維摩經》是不是集中了說，是不是有這個世界有很多有疾菩薩？因為他悲心重，他染了，著我人眾生受者四相，被個環境迷惑了，當了這個軀體是我，那我過去的我、今天的我、將來的我，我將來要度曬你們全部成佛，是不是被個境去染了？嗱，既是被個境染，那你可不可以令到人家離境呢？離不到呢，因為你自己都染緊嘛，是不是？即是如人入暗終無所見，但如果菩薩離一切相呢，我知道我是幻的，我過去又是幻，今天又是幻，將來又是幻，我墮三惡道報道眾生那個又是幻，我做魔王，我做凡夫，我毀戒那個道眾生那個又是幻，我現在 如法修行做比丘、乃至正阿羅漢正辟支佛，乃至發心做菩薩，將來攝取個佛國成佛身，那個都是幻。那我有沒有染啊？無染，乃至無有小法可得，啱唔啱？何以故？因為全部都是幻化。如果菩薩安住呢個心，但係能夠在宇宙虛空相應一切世間而示現一切嘅色相去度眾生咧，係咪如人有目，日光明照，見種種色啊？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啦。係咪呢種係咪金剛波嘢啊？咁佢安住緊呢個就叫做三摩地。咁呢個三摩地有如幻三摩地。是不是有金剛三摩地、金剛三昧啦？是不是？是不是又有守靈驗三昧咧？嗱，喺唔同嘅三摩地咧，原來佢係有唔同嘅起步修法嘅，
即係有佢嘅起步嘅，有佢慢慢逐步收個過程嘅。咁但係呢個守靈驗咧，啊就要講一講。當你一通達呢個守靈驗咧，佢經文裏邊講係通達一切三昧，因為佢等於佛嘅智慧嘅。你呢個智慧就等於佛嘅智慧。咁你係咪知道曬點解會有念佛三昧係嘛？咩叫無爭三昧係咪咁啊？你就會好，因為有無量眾生，有無數嘅雜氣，有無數嘅愛慾起惡，所以菩薩乃至諸佛就會隨順佢哋嘅起惡，而教佢哋用佢哋自己嘅起惡而進入禅定，進入解脱，進入覺悟寂靜嘅嗰個覺地，係咪有唔同嘅渠道咧？佢中意念佛嘅，咪念佛咯；佢中意持咒嘅，持咒咯；佢發大願嘅，咪發大願咯。但我唔理你做乜，你做乜都好咧，我都有個方法能夠令到你與三昧相應，即等於寂靜咁解。咁又有世間有無數無量無邊嘅三昧，但係當你一通達呢個守靈驗三昧咧，係咩三昧你都通達嘅，咁解喎？係咪即係八及時啊？好犀利，就有呢、這個。呢一個咁嘅含義嚇，好啦，咁呢個守靈騎魔嚇，或者守靈伽魔嚇，即係守靈驗三昧咧，就係、是、個譯音咧解釋咧就係、是、勇健、勇猛、健康咁解嚇，佢唔病嘅，唔病健康相反係咪病啊？病啊，即係有疾菩薩啦。咁冇病嗰個係咪叫做健康菩薩啊？啊，即係咁解啫，係勇健，勇健即係冇病啦，冇病即係咩？波野常存咁解，即係佢唔會失波野噶啦，永不忘失噶啦。咁呢個波野一正波野咧，佢唔會再染世間咧，呢啲叫名為不退轉菩薩。即係呢個菩薩無論再染乜嘢身都好啦，生喺咩世界，無論佢順逆際遇任何身上。佢會唔會再俾自我同埋外間嘅世間所迷惑嘅咧？係永遠唔會再俾人迷惑，呢、這個叫做不退轉地啊！咁啊，一去到不退轉地咧，佢就可以收好多不思議誒，方便波羅蜜，即係行信眾生啦，係嘛？圓波羅蜜包括呢個普賢十圓啦，係咪先？因為佢唔染，因為佢只係假，佢先能夠做得到。佢一染一只係假，佢就計較，一計較佢就唔敢，係咪咁啊？佢著相就會計較計數，我做唔到喎，我喎真嘅喎，佢度眾生喎，佢一染落去咧，佢做唔到。但係佢一唔染咧，幻化咁啊，幻化我就唔怕咯。一念入三世係嘛？我一發個普賢願，唰一聲過去、現在、將來，一切佛果、一切佛國都有我喺度禮敬諸佛、稱讚如來、廣修供養、嚇懺悔業障、隨喜功德。你話我幾犀利啊？但係點解你會得啊？因為我只係幻。嗱，留意一下，當你知係做戲嘅話咧，你好勇猛。啊，唔知點，可能你哋大家未做過演員啦。做演員好奇怪嘅，而家叫你喺呢度跳落，你驚唔驚？梗係驚啦！一拍嘢啦，下邊鋪曬紙箱啊，整曬嘢咧，預備三二一，咁你跳落去嘅咯喎。係咁嘅喎，點解你勇猛？明知係幻化冇事嘅，我跳落去啦。咁你就夠膽嘅啦。嗰啲有多人做以前做嗰啲攝影師啊，兩層樓就好驚噶啦，係嘛？誒、哎，唔好意思，而家要拍啦，吊威亞一路揸住個鏡頭一路升到十樓咁，嗰、那個攝影師就咧誒高啲添，高啲添咁個，因為佢入咗嗰個工作度咧，佢忘記咗驚噶咯，啊好奇怪噶，所以呢個亦都係菩薩如果進入到呢一種波野三昧啊，波野觀照嗰陣咧，哇！佢一切都唔怕嘅，啊無畏嘅。於生死道路啊，嚇皆得自在啊，好得自在嘅，唔會介懷嘅。好啦，嗱，輕輕解釋咗咧呢本經，就係、是、佛説喺一個聚會當中，佛陀對住弟子去講述一切菩薩修行呢個靈驗王嘅方法，係方法真理嘅教法，亦都詳細解釋呢個守靈驗三昧到底係乜嘢三昧。它產生什麼效果在這本經都講了、很清楚的到最後告訴我們聽證到這個守靈驗三昧怎麼行六波羅蜜大菩薩嘛是不是都是講的
佢都係講緊第三類法門，色空圓融噶嘛，係咪啊？點樣行？佢點樣行法咧？係會同好多經文所教嘅嘢全部相應嘅，全部相應嘅，因為法法皆通。記唔記得我講佛法都係得三班嘅啫？你通咗凡夫人天成，明白因果，教佢三歸五戒十善就得噶啦。佢圓滿呢三樣嘢，佢就小學畢業噶啦。咁啊，跟住就中學，中學做咩？得一樣嘢啫，精神擺脱一切纏縛。咁佢見性解脱覺悟，咁佢又畢業嘅。咁啊，大乘菩薩咧就要發菩提心度眾生，然後小學畢業、中學畢業，入到呢個大乘係啱啱開始咋，咁就學菩薩行啦。咁呢個咧菩薩行嚴格嚟講咧，首靈驗三昧係畢業嗰班嚟嘅，係咪畢業嗰班啊？一個總括將我哋整個大學大乘教法嘅一切細節咧，你全部喺呢個《首靈驗三昧》呢本經當中啊，全部融通啊，融通曬。你再睇咩大乘經咧，你都知道佢嘅原理噶啦，啊，好犀利嘅嚇。好啦，好啦，咁啊呢個三摩地啊，薩摩地嘅譯音啦嚇，叫禅定，意思就係即係首靈驗嘅禅定，首靈驗嘅三摩地，首靈驗嘅解脱境，咁解啦嚇。好啦。咁到底邊個譯嘅咧？咁啊，呢本經咧就係後秦啊，龜之國三藏鸠摩罗什譯。咁呢個咧，其實我哋解過好多次呢個鸠摩罗什，因為我哋好多本經都係呢個大師佢作啊，呢個大師翻譯嘅嚇。呢個我就同呢個鸠摩罗什法師嘅恩怨咧特別深厚啊嚇。我好中意呢個法師譯嘅經啊，因為佢啲經咧，佢譯嘅意譯得好好啊。咁有啲經咧就甩卡啲嘅，不單止嗰啲用嘅名相翻譯過嚟，好似有啲隔膜。咁有時咧有啲法語咧都冇佢咁透徹啊，佢好簡單，又簡單易明又到位。咁所以咧，我對呢位法師所講嘅經典咧係特別中意。包括呢本《首靈驗三昧經》，咁啊，亦都再簡單介紹一下呢個鸠摩罗什法師嘅嗰個典故啦嚇。咁啊，前秦咧就苻堅，後秦咧就姚興啊。咁啊，當時都係中國咧進入呢個好混亂嘅即係好多國家，五胡十六國嗰段時間咧就好亂嘅。咁啊，亦都好多外邦咧侵咗入嚟我哋中國咧。形成不同的國家咁樣嚇，咁喺呢個前秦嘅時候咧，苻堅啊，嗱呢度就講緊啦。先講咗，唔講我哋中土先，講下呢個鸠摩罗什法師嘅身世先嚇。鸠摩罗什生於呢個龜之國啊，龜之國咧就即係而家新疆嘅一帶，即係屬於當時唔係我哋中國嘅，啊而家就屬於我哋中國啦嚇。咁啊，新疆叫富車啊，唔知富車定富居啊，富車一帶。咁佢爸爸咧就鸠摩罗炎，鸠摩罗炎咧都係皇帝種族嘅嚟噶，唔知皇兄嘅皇帝啦，嗰啲咁啦嚇。其父鸠摩罗炎咧係喺天竺印度北部，咁啊因為政治嘅問題咧就要走難啦，啊即係可能係政見唔同啦嚇。逃亡到咧去呢個西域，咁啊西域嘅貴族後裔咧，即係由印度逃亡去西域嘅貴族後裔，咁即係呢個就係鸠摩罗炎佢爸爸啊。咁啊其母咧就係龜之王嘅妹妹，咁因為大家都係皇族啊嘛，係嘛？去到龜之國嗰度咧，龜之王都話呢個阿皇叔嚟嘅喎，嚇咁啊招呼佢，咁咧就中意咗咧呢個龜之王嗰個妹妹。咁咧，終於就兩個結咗婚啦，係嘛？咁結咗婚咧，九歲嗰陣咧，這個就係指鸠摩罗什九歲嗰陣啦。咁啊出咗世咯喎，同佢媽媽咧一同前往呢個天竺北部啊。咁啊去到呢一個天竺嘅即係印度嘅北部，印度嘅北方啊。嗰度有個叫計賓國，嗱計賓國咧都出好多易經師。嚟我哋中土譯經嘅，咁所以呢個計賓呢個字咧喺佛教度咧成日都見到嘅。咁啊計賓國咧就叫克什米爾啊，而家嗰啲阿富汗啊嗰度一大嗰啲地方，所以咧我哋有冇記得
嗰啲咩其中一啲反對派定咩咧？阿富汗咪炸咗好多佛像嘅，係咪啊？係嘛？咁嗰度咧，其實係歷史以嚟咧，即係千幾兩千年以嚟咧，嗰度都係一個佛教聖地嚟嘅。巴米揚啊，嗰個係嘛？巴米揚係嘛？係嘛？即係啦，即係證明咧，嗰陣時咧就計賓國咧嗰段嗰個地區咧係佛教大城嘅，咁所以咪出好多修行人啦，好多譯經師，咁咪將啲經啊咪譯過嚟中土啊，透過呢個絲綢之路咁樣嚇，咁啊過嚟啦。好啦，咁啊講翻呢個鸠摩罗什法师啊，咁佢喺呢個計賓國九歲嗰陣，同佢媽媽一齊啊就學法咯喎，咁向小乘教呢個明論師啊，即係小乘教論呢個明僧啊，呢一個小乘教大家都知係講緊咩啊？凡夫二乘係講緊咩啊？解脱嘅。完全講解脱，好似而家我哋嘅南傳佛教咧，係嘛？係咪都係講解脱啊？講阿羅漢，佢就講解脱嘅啫。咁佢話呢個先係正統，點解啊？佢嘅正統嘅原理係咩？因為上座部，上座部係點樣嚟嘅咧？係因為佛入滅咗之後，啱啱先菩提啦。咁咧，八個皇帝咧就分咗如來嘅舍利翻去供養啦，係咪先啦？咁一翻到去僧團咧。就有好多人嚟講哎呀，好咯好咯好咯，我哋嘅以後都唔使咁辛苦啦，係咩？唉，都走咗咯，老人家都走咗啦，係嘛？嗰啲人尊唔尊重佛啊？唔尊重。你話有幾多人跟咗佛？係咪先？但係嗰啲人尊唔尊重佛啊？唔尊重。啱啱先，琴日我哋講起啊，喺第度説法嘅期間，點解如來咁早入滅咧？知唔知點解會咁早入？有啲如來又咁耐。先至入滅咧，大家知唔知個分別喺邊？珍惜係啦，呢個好重要，因為我哋呢個五族惡世啲人咧，好有個特性，對得你多咧，就同覺得差唔多嘅，會唔會啊？所以我哋見到有好多大法師都好啦，係嘛？大修行都好啦，嗰啲城市佢嗰啲側邊嗰啲居士啊，諸如此類咧，過得十年八年咧，就呼呼喝喝嘅咯。唔食得㗎，哎呀，呢啲唔好食啊，咁係咪咁啊？夾極你都唔聽嘅，咁嘅咯喎，會唔會有呢啲啊？好多，其實佢哋唔識尊重人咧，好奇怪，因為佛咧有佛依佛教修行嘅大德咧，佢哋係咪修行恭敬咧？佢哋會唔會似個世啊？會唔會有個世啊？鋪好啲排場，嗱要鋪紅地氈。或者要散花，又要有好多金，咁行出嚟咧就儀仗隊行先，啊，跟住就有嗰啲公鵝，跟住我就慢慢咁行出嚟，會唔會咁樣有排場嘅咧？佛教唔講呢啲嘅，但喺末法時期咧，唔好話末法，喺印度嘅時期，係咪個個都講緊呢啲嘢嘅？上至帝王、大臣、嗰啲中宮。以及不同門派那些老師是不是都要突顯自己這種威勢？你沒有這些威勢是不是攝不到眾呢？你留意是不是？包括我們現在末法時期，哪個道場莊嚴一點大一點，那裡就最多人，會不會呢？會不會呢？跟著他要定他們的規矩，對不對？那你要跟他們的規矩，但在佛教裡面是不講這些的，同不同意？他是講個人內心的修持，儘管這個修行人是很圓滿，但是他身邊出現很多這些問題的時候，這些慈悲的修行人都是百千善孝，對不對？先包容後教育，對不對？教不到的那會怎樣？他不會責難的，他會遠離，是不是這樣？即是這班人不聽教，我就會遠離的，咁就出現入滅嘅現象。點解極阿彌陀佛你咁圓滿嘅佛國嗰啲人你都唔入滅嘅咧？咁點解啊？因為所有眾生都恭敬如來，同埋真實修行咯，啱唔啱啊？咁啊，如來咪久住世間咯，
就個分別喺呢度啦。我哋因為呢個五種惡世咧，好似高山深淵一樣，我哋嘅心啊好高噶，每個人嘅心好容易會高啊，高傲啊嘛，係咪會咁樣睇人啊？係咪輕視人啊？所以就令到啦，啲大德啊會隱滅嘅，因為有德嘅修行人咧，佢唔會同你爭論，亦唔會同你爭高低嘅，咁佢點會俾你影響啫？佢只會有一樣嘢就係物以類聚，啱唔啱？人以群分，你跟咗我咁耐，你都學唔到我嘅嘢，於是乎就入滅。咁當時咧，佛陀咧亦都應一個睇到印機嚇，小乘經又好，大乘經又好，我哋最出名嘅《妙法蓮華經》，佛說法係咪有5000比丘退席？5000人，我當你有20000人弟子嚇，有5000個走咗，即係走咗幾多分之一啦？是不是很厲害呢？佛陀住世在拉美雪大法都有1/4人走，你想想那些人是不是增上萬？增上萬的氣氛大不大？大，那這樣就出現了，因為當年呢沒有人記錄的，就是靠柯蘭間唔中記得兩句，抄得兩句，就沒有好友，沒有系統地整理。那當時有些人呢就說，哎好咯，佛陀入滅了，我們得解決了，是不是？佢係老人家走咗，哎呀，好咯，我哋解決。咁啲大師兄聽見緊唔緊張啊？哇！真係中國人講，佢屍骨都未寒，啱啱過咗去喎。你咁樣，你啲學生點得啊？我哋大師兄嚟噶嘛。咁於是乎就召集500羅漢啊，快啲叫曬啲長老嚟，我哋即刻去開會。咁樣搞法唔掂嘅。咁點樣搞法唔掂啊？原來以前啲戒律咧，佛陀好多時候係俾呢個舍利弗去安排嘅。點解咧？因為佛陀初初未成佛，出家咧都曾經入過舍利弗嗰，舍利弗做老師嘅。咁佢有好多弟子嘅，佛陀都跟過舍利弗修禅定嘅。咁到拉尾佛成咗佛之後，舍利弗就帶埋一班人嚟咧，就跟咗佛陀。咁佢係咪有管理經驗啊？咁啊，所以基本上咧，佛陀咧都係隨順舍利弗同埋當時好多外道弟子佢定立個規矩，幾時出去啊？幾多人出去啊？點食飯啊？點著衫啊？點行路啊？嗰啲規矩咧，照吉嚴格嚟講咧，佛係好多時係隨順翻佢哋呢班人嘅習氣，除非係講一啲根本戒，咁啊佛就講啦。咁但係講咗咗喎，咁大家就叫做咩潛唔係潛規矩啊？潛即係潛在嘅，佢冇寫到明嘅，大家明就得噶啦咁。咁而家發覺到唔得喎，因為佛走咗咯喎，個個話可以唔使規矩喎。咁咧呢啲長老係咪第一時間結集嘅時候咧，就由呢個優波嚟讀戒律咯？咁就將每條戒律寫得好清楚啦，係嗰陣時寫出嚟。咁就由呢個柯蘭咧，就將聚會記低，大家確認就形成咗初次結集，第一次結集。所以二乘人佢覺得呢啲結集嘅經典咧，先叫做正統。所以佢哋就唔承認啊，或者個內心唔接受你哋佛入滅後幾百年再出現嘅大乘經典。他覺得這些不是正統的，我們上座部這些是由歷史遺留下來的，變成一個正統 的說法，所以他們都以這種說法。但是上座部都是全部都是比丘來的嘛，對不對？比丘當然是 記載比丘的行儀，對不對？所以他全部是記載比丘在外道當中怎樣去排除外道的論說啊，其實有很多啲論說咧，就係外道嘅論嚟嘅。你睇《小乘經》啊裏面，但係佛一一呵斥佢哋咁解啫。咁就將呢個過程記錄咗落去，咁咪將外道嘅論說都收咗落去經典度啊。咁但係好多人咧讀咗兩度，讀咗外道論說噶啦，佢就唔知道捉唔到原來佛講嗰個重點喺邊。好啦，咁但係無論整個二乘最終嘅目的係咪令你證阿羅漢？我哋要知呢個定義就得啦。所以阿羅漢是否佛教的呢？是的，佛教的。但是佛是否只是一個，他本身是否一個阿羅漢呢？
佢唔係阿羅漢嚟嘅喎，你留意一下，佢雖然教眾生呢啲外道弟子正阿羅漢圓滿呢個願望，佛係叫做 Buddha 係佛嚟嘅喎，喺好多小乘經典裏邊有得叫大乘，有得菩薩，有呢啲名詞出現過嘅喎，所以事實上嚟講咧，佛教唔係淨止小乘噶。佛的一生就是一個大乘菩薩的表現，佛不是為自己治療的，他是為度一切眾生。我想請問有哪個阿羅漢有佛陀這個出家的心態？沒有的嘛，那整個小乘經的教法可不可以代表佛陀這個心態呢？代表不了的，所以大乘一佛陀一定是大乘，佛的教法一定是大乘的，是沒得錯的，不會錯的，因為佛的一生的表現八相成道就是一個大菩薩的表現來的，絕對不是一個小乘人的行為來的。好了，那我們首先說二乘人，就以這個上座部，就以經一結集回來的第一次結集這個經典做依歸，所以對於後來所出現的大乘經典呢，他們質疑的，他們質疑你的來處啊，真定假的，什麼阿彌陀佛，什麼藥師佛，在小乘經有沒有說過這些？沒有的嘛，那沒有我未必承認，你說的對不對？當然他們不知道，即大乘那種微妙，那種的神力，他沒有辦法理解得到的。我們當然我們去看 學佛的過程當中，我們都知道有這些偏差，我們 都諒解，我們不會在當中跟一些小乘的修行人去辯論，我們只不過是隨順他們。因為通大乘的人通不通小乘？一定通小乘的了，知道了他原理的嘛。當年呢，說回這個鸠摩罗什，鸠摩罗什在九歲的時候就根據媽媽就學這個小乘教，小乘教小乘論，這個名僧叫做盤頭達多。盤頭達多呢，拉尾這個鸠摩罗什回轉頭就教回這個老師，所以呢，今日做你學生，明日可能是你老師都未定的。大乘佛法經常出現這些，這樣好像佛陀最初都是跟舍利弗修禅定，那沒多久舍利弗是不是皈依佛？一樣的，即是很多這些現象出現的。三年大乘，三年就搞定了，即是一個九歲小孩，十二歲就搞定了，是不是？那好了，十三歲至這個梭勒，梭勒就都是哥達地方附近的一些國家，登高座講法，十三歲就說法，厲不厲害？那你說這個是不是菩薩來的？不將個小乘人嗎？小乘人做不做到？做不到，是不是做不到的？十三歲呢，至這個梭勒登高座說法，得知父鸠摩罗延病末後，就知道自己的爸爸呢過了身了，過了身呢，就十三歲之後呢，就拜，就另外找老師了。須利耶穌摩，須利耶穌摩，這個人名，這個譯音來的，為師轉學這個大乘佛教，是那陣時開始，即是十三四歲呢開始轉學大乘，並由這個須利耶穌摩親自傳授，親自教他的，教他什麼？就是我們說過的《法華經》。咁當然佢睇嘅梵本啦，係嘛？因為佢跟住通到中土嘅文字，佢就好就好容易就將梵本譯過嚟做漢文啦。好啦，受呢個講親自傳授呢個《法華經》，咁係咪變咗精通《妙法蓮華經》？一精通咗《妙法蓮華經》，《妙法蓮華經》係咪個內容係咪勸小乘人回小向大？不要以小為足，若我弟子智慧阿羅漢智慧辟支佛而懈怠，不勤求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此非我弟子，此非真阿羅漢，此非真辟支佛，此是什麼？真相萬人啊，是吧？所以這個《法華經》呢，它是最深切體會，因為它是經過二乘人這個境界再學大乘，是不是這樣？很清楚了。好了，
二十年，即係到佢廿歲嗰陣，受具足戒，夠時間啊嘛，係嘛？咁啊夠，即係太細個咧，你就最多受三微戒。啊，二十歲後你係咪可以做一個正式嘅出家僧人咧？就受具足戒。好啦，受具足戒，咁啊呢度講佢後生嗰段時間啦，係嘛？咁你個呢個人個名犀唔犀利啊？十三歲講經。九歲學，跟住十二三歲通達小乘法，跟住十三四歲學大乘，跟住二十歲就具足戒。佢呢個威名係咪整個西域都全部傳播到啦？好巴閉喎！哇，呢個真係神童嚟噶！哇，菩薩啊，奇才啊，諸如此類，就傳到咧好緊張咯。咁呢啲佛教係咪通佢啲信息係咪佛教徒特別敏感啊？咁連中國嘅佛教都聽到呢個人的名字喎，哇！呢、這個犀利喎，呢、這個鸠摩罗什啊，好犀利喎。咁啊，前秦嗱，我講緊呢個啦。前秦咧有一個前秦咧就係苻堅嗱，當時喺五胡十六國有一個叫國家叫前秦啊。咁咧裏邊咧有一個皇帝叫苻堅，喺佢建元十五年嗰段時間發生咗咩事咧？有一個僧人叫做曾純。叫曾純法師，之啊咁呢度等啊，即係話一班人等啦，係嘛？僧人曾純等人自歸之歸來，就即係話佢係中土嘅法師，係咪中國嘅法師？去到歸之，即係新疆啦，係咪？跟住就翻翻轉頭，翻翻嚟中國，就話俾中國人聽咯，稱鸠摩罗什才智過人。哇！呢、這個法師真係辯才無礙，哇！能夠通達三藏，你問佢乜嘢佛法，佢都精通解釋嘅，咁解嚇，才智過人，心明大乘佛學，哇！佢真係通達大乘到不得了啊！真係長安高僧道安，嗱、這、呢個道安法師咧，一聽到，哇！聽到咧，佢點樣叻法啦？咁佢就於是乎講少少典故啦。哇！呢、這個道安法師拍案叫絕啦！哇，答得好，答得好，咁即係讚歎呢一個鸠摩罗什法師咯。力勸苻堅，就勸呢、這個啊呢、這個前秦主、前秦嘅皇上啊，叫苻堅，咁啊延請呢個罗什入中土，就希望咧呢、這個苻堅咧，唔該你請下呢、這個大德。如果嚟，其實呢個道安法師想唔想親近？鸠摩罗什法师都好想啊，好想请佢入嚟啊！自己去又好似好远，不如唔好啦。咁大嘅修行人，请佢嚟中土，利益我哋中土嘅所有众生啊，系咪先啦？咁就力劝，一味翳啊苻坚，唉，咁啊苻坚信唔信佛咧？佢唔信佛都唔听呢个道安法师讲啦，佢真系好尊敬呢个道安法师。咁啊曾经讲过，哇！聽你咁講啊，法師，哇！我有你已經不得了噶咯喎，係咪先咧？如果再有埋呢個羅什法師，咁啊，天下就係我噶啦，係咪先？喺嗰個管理階層嘅人，佢梗係諗住國家嘅利益噶啦，係咪先？有兩個叻人輔助我，佢就諗住咧，好就我聽你説話，我就去得，我就請阿羅什法師翻嚟啦入中土啦咁。咁好啦，羅什法師，咁呢個前秦苻堅咧，就初初就梗係客客氣氣啦，係嘛？啊，我哋有前秦呢個國家，好想請啊鸠摩羅什法師咧，能夠發駕我哋呢一個前秦啊，咁啊做國師，咁你做歸之國，你放唔放人？哦，咁去咗我呢度點啊？係咪先啊？佢咁出名啱唔啱啊？我哋國寶嚟嘅喎，你請我哋個國寶去梗唔得啦！你哋謙虛啲過嚟學啦，係咪先啊？你唔好要我哋個師傅去你嗰度啦，唔肯放人嗱入嗱，苻堅求之不得。咁苻堅係咪五胡十六打翻嚟噶嘛？啱唔啱先啊？我個國家都打翻嚟，咁你個法師唔肯嚟，我搶佢咯。是不是會這樣啊？真的啊！於是乎建元十八年，你留意一下，
佢喺十五年嗱建元十五年，即係三年後，我即係三年，既然討價還價咗三年都唔得啦。咁啊，大家國與國磋商啦，係嘛？嗱，你啱啱俾啊，嗱，我哋真係好想要，嗱，我哋一定要，咁我真係唔俾，因為我哋個國寶啊。咁諸如此類，大家僵持不下咧，咁啊，兵戎相見，冇辦法。派大將軍啊，呂光啊，叫誒驕騎大將軍啊，領兵七萬人接一個法師。咁你即係分明黑我啫，啱唔啱先啊？即係船堅炮利嚟到我門口咯，啱唔啱啊？派呂光咧就領兵70,000咧，去出師呢個西域。70,000人浩浩蕩蕩噶啦，咁佢哋計過曬數嘅。呂光都表明，唉，龜茲好細個國家嚟嘅啫喎，得，我70,000人搞掂佢啦，係嘛？成個國家攞翻嚟都得嘅，唉，我攞個法師咧咁啊，於是乎領兵70,000去西域佛歸之。好啦，建元20年，即打咗幾多年啊？兩年咧，係嘛？都耐噶啦，對於即係呢個中土嘅軍隊嚟講啊，即係建元20年，384年，呂光，咦係咪唔見咗仔啊？喂，鑊羅什係啊，嗱呢度冇褪咗落去啫。呼鑊羅什，留意一下，佢用個呼字噶。呂光俘虜咗羅什，嗱請你唔嚟，唯有綁你嚟啦，啱唔啱啊？咁即係龜茲打輸咗未啊？輸咗啦。輸咗啦，係嘛？咁有冇賠錢嗰啲唔敢講啦嚇。但係總言之，要皇帝要派我嚟請呢位法師翻去，我就俘虜咗佢先，跟我走啊！好啦，俘獲羅什，咁因為佢係咪戰俘啊？咁一個打仗嘅人會唔會尊重戰俘啊？梗係唔會啦！我老細即係皇帝點睇你係佢嘅事，我係將軍嚟嘅啫。你係而家我階下囚，啱唔啱啊？你幾叻我唔知，總言之，你聽聽話，跟我翻去。如果有咩醫鬱咧，我連啊你都處理埋嗰種啊。好啦，因呂光嘅脅迫，啊，即係，我記得唔見咗。嗱，即係威脅啊嘅呂光嘅脅迫，睇先啊。再過先，冇啦，啊，冇幾耐咧，前秦滅亡。咁前秦點解滅亡咧？咁因為佢裏邊咧，又因為16國打到咧，你又滅我，我又滅你，都有噶啦。咁佢有個部屬啊，叫姚長，啊，草花頭族個長短個長啊。咁咧就於是呢個姚長咧就反，跟住就將呢一個苻堅咧就滅咗。滅咗咧就改名啦，就改咩咧？改做後秦。嗱，前面嗰個秦咧就係阿苻堅嘅，而家開始咧就係我姚長嘅，叫後秦。啊，咁解啊？咁啊，前秦滅亡，咁滅咗嘅時候咧，阿呂光咧就啱啱先帶住阿羅什法師咧，咁啊去打仗嘅快啲啦，翻嚟嘅慢慢行啦嘛，嘆下欣賞下湖光山色係嘛？帶住70,000軍隊去到邊都你都惡曬啦，啱唔啱啫？去到邊啊？嗰笪地方啦，即係你其實你過一過境啫，咁佢哋嗰班人都要獻嘢俾你㗎啦嘛，係咪先？因為70,000軍隊全部都係精英嚟㗎嘛，啊好打得嘅。好啦，咁啊呂光咧就去到一個叫西涼嘅地方，探子匯報咁啊咩事咁啊？哎呀！阿苻堅駕崩啊！而家俾人哋散咗個前秦啊，改名叫後秦。邊個夠膽咁做？阿姚長啊！阿姚長話叫你翻去喎，咁你翻唔翻啊？翻去咁我翻去同你打仗啦，定係歸降你咧？嗱，同你打仗我又冇乜把握，啱唔啱啊？我歸降你，我咪好衰，啱唔啱？唔翻咁，既然我喺西涼啦。
嗰啲人就咁聽話，唉，我就走喺呢度自封為王，叫做西涼王。嗱，佢咁樣嘅喎，就當時呂光咧去到西涼呢個地方咧，唔走，又唔打仗，我又唔翻去啦。唉，呢度哇唔錯啊，風景啊幾靚啊，耕種又幾好，啲遊牧民族都唔錯嚇，啊食羊肉食馬肉都幾好，諸如此類。咁咧，佢就留咗喺西涼咧，就稱王。因為嗰笪地方啲遊牧民族個個見到佢哋驚，七萬軍隊，咁佢咪即係變咗一個國家啦，啱唔啱啊？自立為王。咁當時咧，自稱咧西涼王啊，叫涼王。咁呢個羅什法師係咪即係唔翻得嚟啦？係咪先啦？咁都係跟住佢啦。但跟住佢咧，咁啊有啲即係啲野史記載咧，咁呢個呂光咧。就睇佢唔起嘅，成睇呢個羅什法師唔起，成整蠱佢嘅。但係呢個法師咧叻到不得了，叻人嚟噶嘛，係咪？你心諗乜佢都知啦。乜就成日咧嚟到去即係教化翻佢轉頭，同埋咧佢預言嗰啲嘢咧全部準嘅，就令到呢個呂光咧，哇！原來真係好有料喎，唔怪得苻堅咁緊張佢啦。哇！真係唔簡單啊呢、這個，咁就暗心中咧暗。咁佩服佢嘅，咁就開始咧對佢就冇咁大嘅，即係點講啊？虐待啊，諸如此類。咁當時因為羅什法師被呂光啊呢、這個呂荃軟禁在呢個涼州，係啦，軟禁喺涼州，咁就一路就去到。好多年了，那我們計一計數，384年就捉到羅什法師，393年，即是多少年呢？九年呢，就在涼州到來到，那九年做些什麼？九年說長不長嘛，長說短不短，咁一個法師可以做啲咩嘢？寫經啊，啱曬！呢部經就係嗰陣時譯嘅，即係呢一部《首楞嚴三昧經》咧，就係呢九年內譯嘅。咁啦，咁你就有啲印象啦嚇。啊，就係譯咗呢部經啦。咁啊，主要就係譯經咯，反正得閒冇嘢做，係咪啊？咁啊，自己又因為佢俘虜佢嗰陣都攞咗好多經書噶嘛，咁反正佢都要去中土噶啦嘛，係嘛？我哋冇嘢做嘅，咁啊攞啲經嚟譯下啦，咁就做譯經啦。咁嚴格嚟講咧，喺呢段九年嘅時間咧，就培養咗呢個法師，就佢精通漢文嘅喎，因為佢周遊列國，細細國周圍去嘅，咁所以佢又好叻講話嘅嚇，即係咩話都識嘅。咁佢就開始咧就譯經啦。佢話嗱，後秦啦，嗱後秦建初七年，即係姚祥都死埋啦。嗱，姚祥卒即係死啦，係嘛？即係393年，姚興就繼位，即係個仔啊繼位啊。咁啊，後秦宏始啦，咁啊宏始三年啊，再整多兩年佢點啊？係嘛？即係401年，姚興話唔得。呢、这、一個三涼王唔係佢封王唔得，係佢攞咗我嘅法師唔得，呢個緊要啊！呢、这個佢話苻堅要請嘅鸠摩罗什法師而家喺邊？就係喺三涼王嗰度。咁點啊？咁啊，姚呢個呂光都死埋啦。咁啊，呂光個仔叫呂荃係嘛？荃啊，咁啊。咁於是乎咧，啊唔係佢個仔係呂龍，咁啊姚興咧就開始揮軍去呢個三涼嘅地方啊，就嚟到去滅涼、滅後涼。咁啊呂龍即係呂光個仔咧，唉、我認輸，冇打，冇乜嘢嘅，我歸降你咪得咯，係咪先咧？歸降，出降。四年十月，即係401年啊，公元401年啊。咁呢個2月20日，羅什就正正式式
嚟到中國長安啦。長安即係今日嘅邊度啊？西安啦，冇錯啦，即係首都啦，佢哋嘅首都。咁呢個姚興咧，重唔重視啊？重視啊！終於，唉，你真係發駕長安啦，係咪先啊？嚟到你啦，以國師之禮待之，信徒數千人。咁喺長安咧，佢嘅威名咧遠播。咁咧，佢説法嘅特點咧就係又簡單直接啊，亦佢係講義嘅，即係講義理，唔係講名相解釋。咁你一講義理，啲人就容易明嘅咯。你一講名相解釋咧，就即好高深嘅咯。係咪名相解釋咧？請恕我講咧，好容易講到高深莫測嘅。嗯。唔知大家同唔同意啊？嗱，你聽好多佛經，我自己都有時會聽到人哋其他説法。咁當然佢説法嘅心，我哋係尊敬嘅，因為佢付出嘅，佢無私嘅將佛法去話俾人聽。但係因為佢哋去解釋經文咧，佢哋用一種學術嘅方法去解名相。嗱，譬如講五蕴咁，咁咩叫色咧？哇，講一紮。咩叫受咧？咩叫想咧？咩叫行咧？咩叫色？講到一大紮嘢，咁我嘅五蕴點？咁你要話我解釋咗呢個書本嘅五蕴，我知啊，好複雜嘅嘢啊。咁而家我呢個五蕴咁點算好咧？咁點樣皆空法咧？咁你最緊要講緊我呢個五蕴點解為空？你解釋到俾我聽呢樣嘢啊嘛。但係往往如果淨係解名相嘅咧，係會解到你天花亂墜。有時我哋所講啊，本來我要解棵話你話棵樹俾你睇啊。但係我要解嗰啲枝葉啊，嗰啲蔓草啊，嗰啲資訊會冚咗棵樹嘅。即係我解嘅內容闊得滯，嗰啲枝見多得滯，會將嗰本經個主題遮蓋咗。啊，咁我就反而得唔到呢部經所講俾我聽最精純嘅方法。所以説法咧，其實係最緊要將嗰部經嗰個方法話到俾你聽，你一捉住個方法，你一做，你一印入，搞掂。係嗱，所以我哋一定要知。咁呢個法師講嘅嘢咧，佢全部以義理單刀直入，所以每每令到聽經嘅人咧聞法歡喜啊，好開心，而且仲有好有信心。初初好驚，我驚唔明啊嘛，係嘛？一聽完之後，哎呀，原來我都明咯喎，啊咁就唔同咗啦。你都明咗之後咧，跟住就問你喎，咁你做唔做到？哎呀，我試下。哎呀，我做到啦。咁佢咪有個成就啊？佢呢個心態咧就產生發起啦。啊，好啦，當時個信徒咧有幾千人。咁啊，公卿以下咧，即係公卿係即係嗰啲一品官、二品官嗰啲咁樣啦嚇。以下咧幾乎全部都信佛，即係話成個國家啲大臣啊，絕大部分人都做咗佢個學生咁解。啊，此後。再續十年間啊，咁咧就潛心鑽研佛學，咁啊將梵文經卷咧譯成漢文。咁呢度咧，佢再續十年係咩？咁啊有啲記載咧，佢係還咗續嘅。啊，咁啊點解咧？咁誒呢個咧就個姚興呢個皇帝咧嚇，就覺得佢太叻。太叻，但你係出家人啊嘛，係嘛？出家人可唔可以結婚嘅？咁你死咗，咁點算好咧？咁會唔會咁樣咧？我哋中國人係咪都咩不啊？有沙無孝為無孝為大啊嘛？咁你係咪要留播翻啲種咧？咁係咪咁啊？係啦，有個成全咁樣啊，咁啊，所以就要求佢咧，就有好十幾個妻妾嘅。啊咁樣嘅，咁啊即係典故係咁記載啦嚇。咁跟住咧，有啲人話：哇，咁都得嘅咩咁？咁啊點算好咧？咁佢唔要又唔得，係咪？咁啊唯有一樣嘢就係，咁有啲經典係咁記載，佢就拿咗扎針嚇。佢話嗱，你哋學我啦，如果你夠膽學我咁咧，嗱你仲睇下做唔做到我啦？咁啊拿扎針擠口嘅。咁我唔知呢個典故係真定假啦嚇，即係話意味著佢係。一個特殊的情況，所以他說再續的意思，他又有些還續的味道。我又說真的，在佛教當中，可不可以還續的？可以的，
嗱，譬如我出咗家，如果我發覺原來我唔適合出家，我出家咧係咪會違反因果，違背戒律，仲有令所有人睇到我違背戒律，係咪萬罵佛教啊？咁我覺得我唔適合，我係咪可以捨戒，可以還俗咧？咁喺佛制咧就男眾咧可以有三次嘅機會，女眾咧一次嘅啫。咁所以其實咧係可以還俗嘅，啊千祈唔好當佢係唔得。哎呀咩十惡不赦咁，佢冇惡嘅。咁都係當然佢呢個係如是因緣啦。咁佢就潛心鑽研佛法，咁佢一生都係奉獻俾佛法咧，係絕對係。將梵文經卷咧譯成漢文，譯咗好多經。喺佢譯經之下，成時時咧喺呢個逍遙園、呢個晴圓堂及草堂寺咧講説眾經。啊，咁喺弘始十五年啫，你嘅姚興在位十五年之後咧，鸠摩罗什咧就喺長安呢個大寂啊大長長安大寺啊圓寂嘅。咁呢本經係咩咧？呢本經佢寫明啊，係姚秦。鸠摩罗什在385年至402年呢段期間，就喺個涼州。頭先我所講啦，喺涼州呢段時間，即係係咪俾阿呂光軟禁嗰段時間？初就俘虜，跟住就軟禁嚇，咁唔同咗咯，層次唔同咗啦。俘虜係咪待遇好差嘅？咁軟禁咧，軟禁就冇啦，你好自由嘅，不過唔準出去。係咁解啫嘛，係咪啊？但你做乜都得嘅，啊咁啊叫軟禁啊，即係其實個待遇咧係因為呢個法師令到呢一個呂光咧另眼相看，都當咗佢係寶，好好咁供養，但係唯一個條件就係唔俾你離開咁解，就軟禁啊。好啦，咁我哋大概知道呢、這個鸠摩罗什法師啊，因為他之前已經都有很多法師咧係譯過經㗎啦，喺中土。咁啊，但係佢一嚟咗之後咧，影響到將來咧喺後世嘅譯經師咧都受佢影響嘅。啊，咁所以嚴格嚟講咧，呢個鸠摩罗什法師咧，對於我哋中土嘅佛教文化，尤其佛教嘅經典嘅翻譯當中咧，係功不可沒嘅。啊，係一個好犀利嘅大法師嚟嘅。好啦。以下落嚟就開始我哋今日要講嘅內容啦，首《法說首楞嚴三昧經》嘅序文，序即係話佢出場序。一本經咧，我哋會分開有三個部分嘅嚇，啲古德將佢判咧，我都覺得係好好嘅呢個。第一個叫序，即係話由記錄呢個聚會嘅時間啦、地點啦。佛陀啦，出席個人啦，同埋出席嘅眾生嘅類別啊。咁咧，如果嗰啲眾生係凡夫嘅咧，咁即係話咧，佛會講咩法啊？世間法啦，係咪歸依三寶、五戒十善因果係咪咁啊？都不離呢啲題目噶啦，或者供養佛啊，供養菩薩有咩好處啊？點樣收福分啊？咁呢啲世間法。咁如果出席嗰啲人係異乘人咧，咩比丘啊、比丘尼啊、阿羅漢啊，咁講咩法啊？出世法，佢唔會撈亂嘅。咁如果對住啲大菩薩咧，好似《圓覺經》個十二個大菩薩，其他都冇記錄噶啦，咁你話講緊咩法啊？一定係波野啊、大悲啊，啱唔啱啊？悲智雙運嘅兩種一齊講嘅啦，一定啊。咁你知道？嗱，我個佛法面貌個好處就係，而家我想標榜咧，學佛三部曲，你通咗佛法嘅人天成，通咗佛法嘅意成，通咗佛法嘅大成，你就通曬佛法成條路噶。咁而家咧，因為我想嚟緊咧，我哋個新網站都差唔多啦，啱收到個信息話都改得8899啦，我再睇睇。咁希望爭取喺9月再整理好咧，10月咧我哋就新網站可以正式運作。咁我哋就會加推呢個普通話。咁普通話咧，我哋應該我睇下可唔可以喺10月左右咧，會喺呢個廣州大佛寺咧就會有一個課程嘅，啊叫
叫精解三乘呢個佛法咁樣嘅嘅一個證書課程啊。咁個證書咧由大佛指發嘅嚇，咁啊，咁我覺得都佢哋都非常重視。咁我哋想講一樣咩咧？因為而家我哋目前面對緊喺呢個世界咧，係咪佛法太點講咧？星羅棋布應該咁講，太多種類啦，係咪啊？係咪有好多宗啊？係咪有好多派啊？咁你又有啲邪師咁啊，更加多啦，係嘛？又有啲邪與唔邪中間又有係嘛？有多啲大嘅山頭好多係咪啊？咁到底我哋而家學佛，我一般人會提出幾個問題啫。我睇邊本經先，會唔會第一？第二隻，我收邊宗好？我收淨土宗啦，係咪安全啲咧？定係收禪宗啊快啲？定係收呢個三論宗？定係收呢、這、一個呢、這個天台宗？係咪好多宗門擺喺我哋面前？但係我哋嘅年齡啊，得幾廿年嘅啫喎，啱唔啱？由你可能係想興起修行學佛嘅心開始，至到你百年歸老，可能係得嗰二三十年，至到五六十年咁嘅啫喎。咁呢啲時間我應該點樣去安排學習咧？其實事實上咧係喺末法時期咧係比較困難，有啲一行錯咗咧，儲咗三四十年、四五十年，咁佢係咪變成另類嘅一種見解？咁喺三乘佛法當中通唔通咧？好難通噶，因為佢一偏執咗就通唔到噶。所以我哋咧而家嚟緊咧，我哋就好想咧用一種推廣法，當然我哋會用普通話啦，就係推廣咧叫做學佛三部曲，係咪好簡單啊？邊三部啊？第一部係人天成，第二部咧？二乘，第三部咧？大乘，係咪好簡單啊？即係其實世間法出世法，世出世間法啫嘛。其實都係呢度。咁你一通咗呢三乘咧，你就睇乜嘢宗門，睇乜嘢經典，你都融會貫通啦。係咪可以咁講啊？咁所以咧，我哋而家就希望能夠推廣一個叫學佛簡單直接、簡單化，唔好咁複雜。你一複雜嘅話咧，你引眾生咧生好多妄心妄想啊。好啦，講翻呢個罪問，其實佛說法呢、這個出場嘴，每一本經嘅出場嘴咧，我都覺得係一個好重要，要我哋做一個定位啊。佢個出場係咩人？咁我哋睇下咯，如是我聞。咁啊，呢個如是我聞咧，所有佛經前面都有呢句嘅説話啦。咁啊，即係佛臨入滅之前咧，阿難問佢：我哋將來記錄佛經嗰陣，點樣去證明咧？呢啲係佛説嘅咧？咁佢話佛就話啦：你喺每一個聚會之前咧，你加一個字係如是我聞，即係話係我阿難係當時咧親眼所見、親耳所聞，咁嚟到做記錄嘅。咁咧。作為一個佛經的 開手，所以有了這個習慣之後，很多譯經師呢就將這句說話呢就譯了下來先的，叫如是我問。有些呢不同譯經師呢會譯問如是，如是問都有的。這個呢他怎樣譯法呢沒所謂，他含義在這裡而已，這件事呢是阿難記錄這個人是當時咧喺在會親眼所見、親耳所聞，如是即係如當時嘅真實現象，我是這樣的見聞咁解啫。一時咁啊，因為咁所有佛經都係後來先記得嘅，先匯集嘅，咁所以呢個一時咧就冇寫嗰個時間年月日嘅。啊咁啊，你大乘經咧？他有沒有寫呢？因為他是現場記錄的。大乘經是龍王在龍宮裡面取出來的，但是他的時間未必跟人類的時間，所以呢他們通常都譯了到一時的、現場時間就會準很多的。譬如我們今天這本經幾時講的，2018年9月2日是不是下午2點半咯，在哪裡講咯，深水埗咯，諸如此類，他有了時間、日期、地點嘅，係而家呢個時候。咁但係因為佛經記載咧，佢嘅傳統咧都係喺個上座部嘅經典就係
匯聚匯集嘅，大家記翻點記啊？有一次，有一次係嘛？佛陀喺邊度對住咩人係咪發生過咁嘅事咧？咁通常咧，佢哋會用一時，即係一時，即係有一次咁解，喺一個時間當中咁解。佛在王舍城奇遮掘山。咁你個王舍城咧，就是、當年咧就是、印度當中一個好繁盛嘅城市嚟嘅嚇，好出名嘅啊。好啦，咁喺王舍城咧，咁啊佛都喺呢笪地方咧逗留咗，穿梭來回過好多次。因為其實佛陀成佛說法入面都係集中喺嗰個地區嘅。咁啊，除咗有一段時間咧，就去咗去呢一個斯里蘭卡啊，即係叫做 Lanka， 所以佢叫入靈騎經，就是、入去斯里蘭卡去説法呢啲經，咁就離開咗印度之外咧，基本上咧絕大部分都係穿梭幾個國家嘅。咁啊，幾個國家咧有唔同嘅皇上啊，啲大臣啊，或者啲王子啊，或者啲長者啊，就捐獻好多啲精舍啊、道場咧、啊，係即係俾呢啲僧團咧嚟到去居住啊，咁樣嘅。咁所以咧，呢一個咧靈鹫山咧，王舍城咧係其中一個咧係佛時時啊逗留喺度説法，以及好多僧侶咧都係喺嗰度逗留嘅地方啊。咁啊，呢個咧一時佛在王舍城呢個奇遮掘山，咁點又叫做靈鹫山？咁點解叫靈鹫山咧？咁如果大家睇過下啲相片都知㗎啦嚇，靈鹫山成隻鷹咁樣㗎嘛，係咪啊？即係好似獅子山成隻獅子咁樣啊，咁即係一樣啦啊，以象名啊，象形得名咁啊，好似一隻鷹咁啊，咁啊叫做靈鹫山。咁啊，靈鹫山咧，是環繞在王舍城周圍的五山之一，因為它梵文的名字是奇遮掘山靈鹫山，因為山上的石頭似鹫鳥的山石而得名。漢譯的佛經按譯音就稱之為奇遮掘山，又叫做靈鹫山。靈鹫山位於古印度摩羯陀國，摩羯陀國咧就係、是、北方一啲噶啦，係佛陀重要嘅説法地之一。因為佢來來去去一生當中啊，説法49年，都係喺嗰幾個國家穿梭來回。咁因為以往嗰啲交通係咪都係唔係好便利啊？冇飛機啊，冇鐵路啊，係咪啊？冇汽車啊，係嘛？佢主要都係行路啊。主要都是行路嘛，佛陀咪行腳嘅，咁所以來來去都係嗰幾個國家啊，好少去到好遠嘅地方啊。好啦，佛陀喺靈鹫山宣説咗好多經典嘅嚇，咁啊出名嘅我哋都講過噶啦，《妙法蓮華經》啦，係嘛，《大集經》啊，《寶積經》啊，《無量壽經》啊，《觀無量壽佛經》啊，啊等等啊，都係咧喺呢個靈鹫山呢笪地方講。咁呢笪地方呢、這個講堂咧？咁喺個靈鹫山有個好處嘅，就係係咪面對好多比丘？個地方又大，係咪好多眾生啊？咁天界落嚟參觀方唔方便？方便。係咪曠野咁樣啊？係咪？咁啊，天界有幾多菩薩係咪？咁啊，另外他方國土啲菩薩嚟問訊世尊係咪都好方便？即係唔係室內啊嘛？係咪啊？啊，咁喺呢笪地方都形成咧。是一個好在這個娑婆世界的一粒微塵裏面一個很重要的宏法場地來的、啊、好了，那就繼續說了、嗯、那在這個靈鹫山當中呢又有一次聚會，說什麼啊？他說與大比丘僧32000人區，那當然我們看慣佛經的一看就看到個大字了嘛，是不是什麼叫大比丘僧啊？發了大乘心的了，就不是小比丘僧，即不是小智，以小為足那些，不是的了，
係咪個個都以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 為目的，為修行的目標？有了目標啊，幾多人啊？32000人，多定少咧？你覺得？都算後期中後期啊，後期嘅咯喎，係咪啊？嗱，你睇到啦，啊，你好聰明噶啦，已經啊，一睇到呢啲人數，我好敏感呢啲嘅，睇呢個數字，1250個比丘就發嚟講《金剛經》，1250個比丘常住嘅就講《金剛經》，即係唔係好長嘅時間嚟嘅。咁呢度32000比丘，咁啊，梗係後期噶啦，係咪增團好多人噶啦已經？係啦，好啦，後期點解要咁緊張呢？因為後期係咪已經成熟啦？前面嗰啲根基係咪佢哋可以受大法啦？嗱，留意啊，人數咧都決定到咧老師咧去説法嗰個內容嘅。啊，咁即係話呢班人已經學咗一段時間啦，好似大家嚟呢度聽經係嘛？初初聽我會唔會講呢啲經啊？咁啊，點咁啫？係咪先啦？初初講下佛法面貌，係咪講三部曲先？係咪啊？跟住講下啲簡單啲嘅經，咁然後就開始講新嘅經，逐步嚟啦嘛，係咪啊？一樣啊。咁呢度咧，32000嘅比丘僧，大比丘僧，菩薩摩诃薩72000，啊，留意下，佢集咗72000嘅菩薩。咁呢啲菩薩咧，尤其佢係講緊摩诃薩，摩诃薩即係八地以上，唔係六地以下。啊，摩哈代表大，即係全部已入大方廣，個心量已經係喺個宇宙虛空過去、現在、將來咧，佢已經納受到啦，佢唔驚噶啦，佢已經有無盡嘅胸襟咁解。就成為摩诃，有幾多人呢？72000人。咁有啲人咧就將啲菩薩咧，我見到啲畫啲動畫咧，都畫成比丘，係咪咁啊？菩薩係咪比丘嚟？嗱，我覺得唔係啊。嗱，我自己睇就唔覺得佢係。咁菩薩係咩嚟嘅咧？咁係咪嗱佛收弟子係咪收五比丘，跟住500羅漢係咪，跟住1250個比丘咁啊，係咪咁啊？嗰啲菩薩幾時收嘅咧？佢都未嗰啲嗱，你留意一下，留意一下嗱，呢個好值得探討啊！咁你要個比丘發到菩薩心，佢先至你同佢講大乘佛法，咁你先可以叫佢做菩薩嘅，啱唔啱先？咁啲菩薩邊度嚟嘅咧？菩薩72000仲多過大比丘僧喎，你有冇留意到啊？天上啊嘛！啊嗱，呢個係我自己嘅睇法啦，啱啦。我認為咧，其實佛喺成佛嘅期間都未收弟子，係咪一一菩薩喺一一天界嚟到去以偈讚佛啊？咪稱讚如來啊！稱讚如來，禮敬諸佛，稱讚如來啊嘛，係咪行緊普賢願咧？係啊，所以喺我嘅觀念當中，喺我嘅角度嚟講，喺呢個世界當中，其實佢哋成日標榜 Velocella 皮盧遮那，喺呢個宇宙虛空有無數菩薩喺一一天界作為大導師，咁彌勒菩薩係咪兜率代願？咁釋迦牟尼佛未落嚟呢個世界嗰陣，係咪都係兜率代願？咁即係話呢啲菩薩喺天界修行緊咯。咁天界修行係佢哋個學生係邊個啊？天人係咪天界嘅眾生啊？所以天界嘅眾生係咪個個都發大乘心行菩薩道啊？咁你話帝釋係咪發咗菩提心？好簡單啫嘛，係咪天龍八部無數天龍八部都發咗大菩提心啊？係咪好清楚啊？所以我哋會覺得一樣嘢，其實所有呢啲所謂稱得菩薩，尤其係摩薩，係喺一一天界作導師，有啲係他方國土嘅菩薩都嚟。咁如果我話講呢個世界有 Velocella， 我哋叫法身佛嘅話，因為 Velocella 皮盧遮羅。左邊的協士是誰？
文殊菩薩，咁右邊嗰、那個普賢菩薩，我哋叫華嚴三聖啊嘛，係咪啱啱啊？係咪呢個本土嘅？係呢個世界嘅喎，留意啊，唔係他方世界嘅喎。咁我哋講話，但釋迦牟尼佛又講喎，左胁侍係邊個啊？文殊菩薩係嘛？右胁侍係咩？普賢菩薩。但你事實上嚟講，釋迦牟尼佛喺現實喺人世間，佢嘅胁侍係邊個？柯蘭右邊嗰個，迦斯係咁啊，即係都係一個長老，一個係佢嘅侍者，係咪咁啊？你留意一下，唔係菩薩嚟㗎，佢哋啱唔啱？佢哋係聲聞嚟㗎。所以我一睇到呢啲咁嘅現象咧，我自己一路我呢、這個嗱呢種概念係我自己個人嘅睇法嚟㗎啫。所有呢啲菩薩係咪璎珞莊嚴？不是披剃出家的，不是的，全部都是大丈夫相来的，但是璎珞庄严，具足三十以上，好像弥勒菩萨是不是具足三十以上？所以我不知道为什么呢，我见亲一个布袋和尚的弥勒菩萨，我自己的心是不舒服的，我内心觉得弥勒菩萨靓到不得了，庄严到不得了，為什麼變成一個布袋和尚？有兩點，即是我自己是接受不了的。因為什麼呢？就中國人相傳而已，對不對？相傳而已，有個布袋和尚，哈哈，彌勒，彌勒，真彌勒，世人不識我，是不是這樣？什麼土地能容四方之類之類，相傳而已，不是佛說的，是不是佛說的？咁邊個證明咧？冇人證明噶。咁點解你要將個彌勒像變咗個布袋和尚？咁嚴格嚴格嚟講，你咪對彌勒菩薩有啲不敬。嗱，我覺得係噶。所以我每次睇親呢個布袋和尚嘅法相咧，我自己個內心好唔舒服。即係假若啊，你個偶像係劉德華咁。他整個西瓜跑的樣子，你接不接受得到呢？我舉這個例，那你說眾生平等，我知道平等，但是我們不應該為了人一句說話，我說我是你就說是 你沒有依經的嘛，經裡面記載的彌勒菩薩是怎樣的？三十以上，當然是三十以上具足好的嘛，對不對？璎珞莊嚴噶嘛，啱唔啱？所以我哋睇到有好多道場咧，你去咧自蓮睇下嗰個彌勒像係靚唔靚啊？好莊嚴噶，仲有呢個廣州呢個無著庵嗰個彌勒菩喺四天啲天王殿個彌勒菩薩好莊嚴噶，即係我覺得應該要依經啊嘛，你點會依到個傳說咧？傳說好危險喎，好簡單你個咩即係濟公咁樣係咪啊？咩道濟禪師咁啲傳說嚟噶嘛？食狗肉啊，咩三六滾兩滾啊，神仙企唔穩咁啊咁啊，捽粒老泥俾你食咗就醫翻好佢。如果全個僧團都咁，你仲得了？咁佛法咪冇咗咯？冇人持戒。啱唔啱啊？唔得噶嘛！一個傳說，中國人嘅傳說係故事嚟嘅，我哋唔能夠將啲故事變咗經典啊！咁你話，咁你傳故事定傳經典？所以我自己覺得咧，我覺得係有必要澄清，有必要澄清。我哋對彌勒菩薩嗰種尊敬誤咗，嗰啲嬉笑怒罵嗰啲唔係咁嘅。佛經冇咁記載，係中國人傳到落嚟，加咗啲故事元素落去變咗質嘅。所以我覺得係有必要澄清。啊，好啦，咁啊講翻啦，菩薩摩诃薩。72,000人多唔多？多過你當時嘅比丘，咁即係話呢班人係咪主力㗎？嗯，係啊。哦，嗱，你睇到咯，睇下幾多人發大乘心嘅比丘，以及70,000菩薩摩诃薩，跟住點啊？眾所知識得陀羅尼，眾所知識咧有兩種講法，第一就個個都識佢咁樣嚇。第二個就係唔係佢哋所有人都已經知道好多佛法嘅知識，通達嘅咁解。
眾所知悉，呢班人啊對佛法啊全部精通咁解，得陀羅尼，得種持法，完全通達嘅，即係於三乘咧得自在咁解，可唔可以咁解？即係呢班人咧唔係初學，全部都研究生。我是一個研究生，那你咁樣真係研究生嚟㗎啦，真係唔係講笑啊，就嚟畢業㗎啦呢班嚇。OK， 聖州辯才個個都講得嘅，個個都識説法咁解。呢個大比丘、大比丘僧識唔識説法？咁你七萬二千菩薩識唔識説法？個個都辯才無礙嘅，拗説無盡，好個個都中意説法，而且。無盡義理題材，你隨手拈來都是法語咁解，行無量義嘅啦，肯定係啦。安住三昧，已經講咗啦，係咪安住三昧啊？即係波嘢係咪自照啊？係咪已經入種種種嘅正定當中，知道乜嘢叫做三昧？安住喺三昧當中，廣作空花佛事，係咪咁解？而不動，而不動轉，即係隨順世間說法，但係佢既係能夠說法無礙，不過係安住虛空不動，即係唔取相，係咪咁解？唔取相，係咪呢啲大菩薩、大比丘僧都成就咗呢啲三昧？先能了知無盡之慧。善即係話非常精通，善於咁解啊，同剔手邊個善咧，即係好擅長個善咧，通嘅啊，即係意思係善能了知，好容易了達知道啊，無盡之慧，無盡之慧，眾生無量係嘛？咁你係咪要有無量嘅方便，又有無量嘅智慧，有無量嘅辯才係嘛？咁呢啲智慧呢啲人得唔得啊？得嘅，應以何身得道，現何身以為說法。說佛法嘅人，有時真係唔識得點，喂佢乜都唔識喎，點教啊？係咪咁啊？啊唔緊要，教佢念佛先，係咁啊。佢念佛都唔識喎，跟我噏啦。嗱，南無本，跟咗一句句咁嚟咯，係嘛？南無本師釋迦牟尼佛，跟住念咯，中咗呢個因先啊佢。完全知道用乜嘢善巧方便咧，令眾生咧眾諸善因説法咧，能夠無礙，仲有種種嘅方便善巧嘅智慧咧，善能知曉咁解。即係話呢班人係咪啱啱度眾生嘅人咧？唔係啊，呢啲師法畢業好耐，精通點樣教學生噶啦，咁解啊。得心法忍，入心法滿。咁乜嘢叫做淺法忍咧？咁啊，有心就有淺啊嘛，係咪先啦？咁咩叫入淺法滿咧？啊，淺者咧就顯淺，比較浮面啲嘅；深咧就直入嘅。啊，咁咩？咁我哋睇到啦喎。如果我哋教佢表面嘅明因果啊，放下解脱啊，呢啲係咪理論上嘅嘢？啊，我明白咗啦，咁我咪淺理解咯，即係俾個初步理解啦，應該講初步理解。跟住而家我唔係啦，我開始念佛，跟住咧我開始入定，我入到咯喎，咁就開始進入啦。咁啊唔單止啦，我進入咗不動。这个念呢相继正念相继啊，即是一路延续下去，安于禅定，还不单止能够知一切的现象都是幻起幻灭，这个人赞我，跟着这个人闹我，这个人帮我，这个人害我，在这个人，这个修行人怎么看这些事啊？是不是因果的幻起幻灭、心不取相，深不深啊？这个我这样举个例，这个叫心法人。
如果錢嗰啲點啊？嗱，佢都讚我啊，係咪咧？嗱，佢幾衰啦，鬧我啊，唔識補啊佢，係咪我俾佢牽引到啊？啊，即係話我口講知係假，但係我個心係咪俾佢掹住咗去啊？咁我深唔深咧？啊，唔深啦。嗱，我特登要舉一個咁嘅例，咩叫得心法忍？如果我就咁解名相咧，法忍有幾多種，有幾多種，咁你有排都唔知道咩叫心法忍，你只係得好多名相啊！我唔去解用名相解釋，我講緊個真實嗰個效果係點？咩叫法忍？忍即係默然接受，安然不動啊嘛。法就即係意思就係話，我知一切諸法皆幻化。能夠得到甚深的法忍，能夠入於甚深的法門，完全通達離相，不緊要，明白離相而行一切善法，怎麼做啊？又要行一切善法，又要行一切善法，又要離相，原來在當中以如幻的身軀，好像人個入演員做戲咁，要投入個角色喺個劇情裏面，要豐富一切嘅嘢，將所有最唔好嘅劇情變成最好嘅劇情，啱唔啱啊？將一切痛苦災難嘅世界變成淨土蓮邦，自己呢個角色變成個佛陀，喺當中唔取嘅，因為做戲。咁呢個就入甚深法，一講個心到到嘅，到咗做唔到啊！咁因為你染啊，一染就做唔到噶啦。一當個戲係真，你咪做唔到咯。個戲嚟噶嘛，叫入心法。咁呢班人得唔得啊？得嘅嗱，呢啲形容詞咧，其實逐句解都好深嘅，就意思就係話俾大家聽呢。幾萬個出家人，呢七萬二千嘅菩薩，三萬幾個出家人，七萬幾個菩薩，全部咧於大乘法咧都係自在嘅，都係深入，都係辯才無礙，都係以度眾生為己任，但係同時期係可以唔染嘅咁解。於諸無量阿僧祇劫所修善法。皆識成就，即收了幾耐呢班人？我心奇結，係咪不於一佛、二佛、三四五佛眾諸善根？你講得啱啦，係咪已經行緊普賢行？只要行普賢行，你先可以用無量呢個字嘅啫，啱唔啱啊？所有虛空喎。極微塵數諸佛國土喎，三世諸佛喎，一切如來喎，咁你話點樣衡量你嗰個數目咧？衡量唔到係咪無量阿僧祇劫即時限，你都做過曬咁解，所修善法皆悉成就，呢啲曾經。經過無量阿僧祇劫所修行的無量菩薩行，剛才我們所說的普賢菩薩行算不算呢？算是都成就的意思，這樣的人先聽得，那這些人是不是什麼法都應該通呢？那不用學了，你諗下係咪先？即係一般嚟講，你都精通曬啦。聽你咁講，係咪先咧？嗱，你留意啊！佛對住呢啲根基嘅人去講嘅法，你話呢啲咩法啊？大。所以我點解我話，當我解呢本經嗰陣咧，啲個心啊真係好點講咧，好又開心啊！覺得呢個因緣咧係超殊勝，超殊勝啊！即係而家係講緊出場嘴嘅呢班弟子啊，不單止，因為佢哋係咪發願度眾生，係咪於無量阿僧祇劫
所修善法都成就。摧伏眾魔，降諸怨敵。嗱，喺嚴正嘅佛國咧，有冇眾魔嘅？冇。有冇怨敵啊？冇。冇啊！嚴正佛國，你叫國土揾個怨敵嚟睇下，冇。你揾個眾魔，冇。但係喺五族惡世或者喺啲惡劣嘅地方咧，有冇魔啊？嗰啲魔係點嚟噶？頭先我哋所講係咪高低？嗱，有高有低，咪有魔咯。咁魔高定低㗎？高。梗係覺得自己高啦嘛，啱唔啱先啊？所以心高氣傲咧，就會做魔。呢就係魔性。好簡單，心高氣傲，目空一切，睇人唔起，呢個就係魔。咁我哋尋日先傾開偈。咁呢個五族惡世係咪絕對絕大部分嘅眾生都有呢種習氣啊？咁點解佛教佛喺佛陀嚟呢個世間，魔要擾亂佛陀？冇擾亂佛教，大家知唔知點解？可能個魔都諗一諗，係我點解要擾亂你咧？擾亂人攰唔攰㗎？嗱，你試下你擾亂下我啊！咁你咪要諗計啊，啱啊，係嘛？我都要做嘢啊！咁你得閒你去享下福啦，天界咁多福享啲，點解你唔享福就嚟擾亂我咧？點解咧？成就佛陀啊嘛！佢唔係諗住成就你噶喎，佢唔想你哋學。佢係諗住破壞你噶喎。佢咁你睇下高啲自己高啲。妒忌。妒忌呢個最緊要。高係啊，高。點解你會覺得呢個人高過你咧？我哋琴日去研究緊啲問題，好值得同大家分享啊！我覺得裏邊真係有啲有喺度。咁查實係咪個魔王主動嚟擾亂佛嘅？唔係。點解咧？因為個魔宮震動衰咗。即係嚴格嚟講係。吃佛陀叫醒你啊，埋位啊！你有冇留意到一樣嘢？因為呢個世界係惡世眾生，係咪心高氣傲啊？佢咪要個魔王去先做導呢班人，佢哋先可以受用佛法嘅喎，啱唔啱啊？你有冇留意到啊？喺我研究當中咧，佛係未成佛之前。入定期間魔宮震動，因為魔宮震動呢、這個魔王，我哋計下數啊，人對上嗰個天叫咩天？四天啊？四天王天。四天王天，四天王對上嗰層天叫咩天？都利天，即係帝釋天。帝釋天再對上嗰個天叫做咩？夜魔天。夜魔天再對上嗰個咧？兜率天，兜率天再對上嗰個咧，化樂天，化樂天再對上嗰個咧，呢個嗰啲福相比底下啦，再對上就色界天啊，就禪天啊。我哋留意下喺六欲天當中，呢個係六欲天主個王嚟嘅喎，啱唔啱啊？竟然間喺呢個世間上有一個沙門。在他入定拱動我的屋子，你容不容他啊？你是他最高，如果你認為你是最高的話，現在有一個在人世間當中的一粒都不知道微塵都沒有，對不對？我們計算人壽一百歲，人壽五十歲，四天王天一日，人壽一百歲套利天一日，人壽200歲，一路加上去啦。總之 double。你諗下呢個六欲天呢、這個魔王，佢嘅福力係咪好大啊？壽命係咪好遠啊？佢點能夠容許一個世間嘅一個所謂沙門係嘛？咁當時啲沙門啊，多唔多沙門啊？好多。好多啊，90幾種外道係咪先咧？
邊個可以影響四天王都唔得啦，何況影響六欲天呢、這個這個魔王魔公？係咪魔王嬲？係咪嬲啊？因為你喐到我嘛，即係高傲嘅人容唔容許人哋對佢冒犯嘅？唔得噶嘛，咁所以就係咪要引佢先派三個魔女嚟擾亂你，跟住就搞唔掂就派魔君去滅你噶嘛，係嘛？咁呢啲係經典有記載過，咁啲魔王咧，哇射啲箭啊，嗰啲嘢諸如此類，係咪變曬蓮花喎？咁跟住佛説法幾次去擾亂都擾亂唔到喎，但係佢有個優勢係點咧？係咪你短命啊？咁我長命過你幾多？你同我計一計啊！六欲天，咁我唔計上去啦。咁咪佢一日等於人世間幾多萬年咧？我都唔知，你自己計一計啦。總之啊，人就一百倍咁乘五咁樣啦嚇，咁你乘上去啦咁。咁嘅意思即係話佛住世，佛入滅，對佢嚟講有冇一日我都唔知啊！計一計啊！如果係 double 上就六次咯，就千二年啦。千二年，即係一日就等於佢，即係佢一日等於千二年。咁啊，兩日多啲，當你三日啦。即係佛入滅後，對佢嚟講得三日嘅啫。啊，咪計一計數，可能佢都聽緊，唔知啊。咁三日啫嘛，係咪？嗰啲嬲都未嬲完啦，係咪先？但係記住一樣嘢。其實是我覺得啊，係佛陀叫佢嘅，因為呢度五族惡勢，啲魔性強唔強？強啊！咁魔性嘅人可唔可以平等接受佛法？唔可以。但係因為呢個魔王，佢要破壞佛法，佢將來係咪要披如來嘅衫，説如來嘅法？是不是講過很多佛經？咁但係呢班人唔守戒律，係咪啊？即係出佛身血，破壞佛法。咁將來會點啊？係咪會墮三惡道報？咁我哋讀過《藥師經》嘅人都知道啦，係咪先？咁你喺地獄當中、惡鬼當中啊、畜生當中，你會唔會記翻佛嘅名？會。咁會點啊？還生人間，正見正眾、哦。留意一下。有時真係必經，為叫呢個五族惡世啲眾生難度咩？所以點解佛一成佛嘅時候曾經想過入滅啊？係咪因為實在佛嗰啲係教大菩薩嘅啦嘛？係咪嚴正佛土個個菩薩聽到都好巴閉啊？係咪？但係一成願而一入嚟一對住呢啲嗰啲高傲喺呢個世界嗰啲眾生啲高傲爭咁遠嘅點教啊？教唔教到啊？我教唔到，係咪唔好啊？呢位唔好瞓覺，唔好玩，快啲落嚟。咁你落到嚟係咪要破壞啊？破壞係咪要？其實你越破壞，你咪越宏緊法啦。係咪會令到無數咁多人禮過佛、念過經、念過咒？而家全個世界無數以佛教魔王啊、佛教嘅外表嚟去度眾生嘅所謂呢啲魔子魔孫。其實你是不是宣揚緊佛法？是。當然你會曲解，當然你是會搞個人崇拜、名聞利養，啱唔啱？但是你都不覺意地傳了很多佛理俾人知道。啊，咁呢啲咧，呢啲係咪魔？魔係咪有怨啊？嗱，咁啊，特登講咗呢番説話出嚟咧，解得呢度啦。吹服眾魔，咁魔我你有啲魔性，我咪利用呢啲魔性嚟到度翻啲有魔性嘅眾生，用咩啊？用佛法，降服怨敵，能夠令到你明白咗個道理之後，你仲會唔會怨咧？仲會唔會產生敵對咧？如果魔都唔從你產生敵對，咁魔係咪會變咗佛弟子啊？咁啊，佛經講我哋個波旬魔王將來會唔會墮地獄啊？
將來會變成一個菩薩啊？會成佛嘅，喺現劫度成佛。喺現劫嘅千佛當中有呢個波旬佛。第六百幾尊。咁我哋會知道一樣嘢咧，其實咧係咪一場戲嚟嘅？係啊。皆是幻化。啊，當然啦，呢、這個要睇得好深入，你先會理解。嗱、啊，當然我哋唔會讚魔啊，我哋有我哋個角色繼續做翻我哋弘法嘅工作，但係我哋要體驗呢啲諸佛菩薩啊，佢要攝服魔王，降服魔怨。你啲把火要炽盛啊，你咪要燒啊，燒我咪俾你燒啊，我可唔可以冚你噶？冚唔識噶。既然不懂我就點多兩個火頭，等你做多啲嘢先。燒曬啦嘛，燒曬，你就冇動力噶咯喎，要做嘅做曬咯喎。原來你係幫緊如來運緊法。好啦，將來會點啊？攝取最尊嚴正佛土，將來呢一班。比大比丘僧以及72000菩薩，他們在這個五族惡世行無量菩薩行，是不是想要快成佛的菩薩就要發願來娑婆，這個娑婆是最快令你成佛的，所以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是記不記得無量已經那些菩薩就是問這個問題，是八萬法王子菩薩摩诃薩，是問疾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法，因為只有宇宙的香，只有釋迦牟尼佛這個國土是最快的，所以他們說的將來會怎樣攝取最尊嚴最尊貴最尊勝最莊嚴的清淨佛土，這些人一定會成就這解。《維摩經》最初的佛國品是否教菩薩怎樣攝取清淨佛土？淨土之行。淨土之行。所以來得這個世界修行的所有菩薩們是會很快成佛的，所以《妙法蓮華經》佛是為弟子受記成佛啊，成事幾百萬億如來之後，原來是很快的了，很快的了已經相計，因為你如果你普通菩薩修行，你要成佛，哇，都唔知計幾多劫，幾多億劫，幾多億劫計唔掂。啊，如果你成事幾百萬億如來之後，你就可以成佛，係好快噶。好啦，咁啊，而家講到咧，都係呢個出場嘴嘅啫嚇。佢話有大慈悲諸上賢身，呢啲一一菩薩，呢啲一一比丘。因為他們上由心生，是吧？他們的心是不是很慈愛的？很悲憫眾生，又大智慧，又大方便，又種種辯才，他們的慈悲啊，完全在他們的一切相狀裡面去流露，例如他們的身相，他們的眼光，他們的說話，他們的儀表，他們的動靜之相，一動一靜，行住坐卧，都是具足什麼？具足一個很莊嚴的身相，一個慈愛的人，是不是有慈愛的相？我們舉一個例子，以前我們看粵語長片，一講啲慈母，你會揾邊個做啊？係咪揾阿黎文啊？係啊，係咪個樣？樣係慈祥之相。咁你揾啊，揾嗰啲陰毒啊、黑心嗰啲揾邊個啊？陶三姑啊、馬少英啊嗰啲咁樣，係咪咁啊？係啦，即係嗰種，係咪？即係我哋咁講啊嚇。咁當然你做戲係咁嘅樣啦。係啦，即係嗱，你越講越多㗎啦，因為慈祥嘅相又唔多嘅。講真的，慈祥的相真的不多的，是吧？即很難找到個剛才我們說的黎文，即是劉永的媽媽，是吧？哇，即是那個慈祥版來的，一講慈祥，找哪個 casting 啊？找哪個做配這個角色啊？你簡直是找他。但是這些因為相由心生，
呢啲由大慈悲嘅心量而顯現出呢個最尊嚴、最莊嚴嘅相咧，呢班啊三萬幾個比丘、七萬幾個菩薩，個個都莊嚴啊圓滿嘅，於大精進得到彼岸。大精進唔係普通精進，法普賢願算唔算大精進？一定係大精進。得到彼岸啊！到彼岸嘅就 Paramita， 即係得到成就一一波羅蜜，可以咁講。啊，佢直譯佢就到彼岸咁解啫。阿周，佢有啲經文就講話由此岸到彼岸，我就覺得都可以嘅。啊，我自己覺得就咁樣，岸者係不動，我就會用苦海。海有冇停顿嘅？冇停嘅喎，系咪不停喺个海度喐嘅？但岸有冇喐嘅？岸系唔喐嘅，相对底下，由此生死苦海、烦恼苦海、轮转苦海、颠倒苦海，而透过种种波罗蜜门，达到常觉不迷嘅觉岸，呢个唔系波罗蜜多，他那边可以当目的地噶嘛？冇目的地嘅，啊有少少分別嘅，即係 paramita 佢譯過嚟到彼岸呢、這個譯，因為反正佢係譯音嚟嘅啫嘛。佢嘅意思係點咧？就係由生死輪轉嘅苦海，個覺岸係點啊？本不生，本不滅。如果我哋有一個由起點去到結束，我哋係住相。你一住相，你會唔會到到彼岸咧？你是不到到彼岸，所以我要突破了这一种就是观念上的偏差，我们不用这种解释。他因为如果我们由此岸到彼岸，或者由苦海去到彼岸，都有个目的在这里，但是这个不是 Paramita 的结果来的。Paramita 是十种波罗蜜多，是不是布施先？我要 在苦海里面利乐众生，我要舍，因為如果我一染落去嘅話咧，我唔捨嘅話咧，我係咪即係介懷啊？所以布施自慳貪，我要捨嘅放下，將我哋所有嘅一切乜嘢，包括頭目手足我哋嘅身體，用可以用啊，全部捐啊！我哋嚟呢個身體嚟呢個世界，全部奉獻嘅，即係而家最好啦，係咪？而家咪有好多嗰啲。死後器器官捐，咁啊真係身體全部都可以，全部可以布施。啊，持戒係咪唔再違犯，唔再虧欠？冇虧欠啊，即係冇惡因啊嘛，係咪咁解啊？持戒自違犯，忍辱自咩？自煩惱，唔好執，一執咪有煩惱咯。放下佢，捨唔沾染煩惱咁解，忍辱自煩惱。好啦，精進指咩啊？指懈怠，意思係咩啊？我呢個心啊，我呢個心啊，唔做一個隨波逐流嘅庸俗嘅凡夫，我唔會再執迷噶啦。咁我精進啲咩咧？前三法，跟住禪定咧，禪定就係由染去到唔染。即係話我對於呢個世間所有嘅一切心羅萬象咧，我開始放低，去到達到咩啊？唔染嘅精神狀態。波野自如痴，如痴就話呢個係真，呢個係真，呢個係真。喺我清淨咗之後，我發覺原來過去出現冇咗，現在出現冇咗，將來出現冇咗，但係都唔能夠離開呢個寂靜嘅虛空。只有呢個寂靜嘅虛空係真物。我對於一切世間的現象不失榮辱，一切境界我全部視作如咩啊？閃電，即係頭先我哋所講嘅，即係金剛經所講，一切有為法，如夢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電，係咪咁啊？六如是，應作如是觀，係咪波野啊？過去心不染，現在心不染，
將來心染，係咪我哋已經安住寂靜嘅本體，觀破三世嘅假象？呢、這個叫做 parameter 波羅蜜多。好啦，仲要我哋發方便利樂眾生，發願行信，做唔到嘅嘢發願成就，係咪方便願將來產生力波羅蜜，跟住智波羅蜜？但係所有波羅蜜門都唔能夠離開波野，一離開波野就染啦。一安住金剛波野咧，嗰啲就叫做 parameter。呢個咧得於大精進得 parameter， 係講呢個，唔係講由呢個岸去到嗰個岸。如果我哋咁解釋嘅話咧，你係咪住咗喺呢個由呢個岸去嗰個岸個上啊？係咪有分別啊？所以我一定要解釋清楚啦。呢個道比岸呢個咧，係解呢個大乘人大嘅比丘僧32000人，大嘅菩薩72000人，佢哋都喺大乘法當中精進成就咁解。係啊，冇錯啦，精進成就咁解，就大精進道比岸啦。善知一切言辭方便，是不是見什麼人說什麼話呢？他這個人是知道他最多是聽到這句而已，那我就說這句咯、啊、這句可以改得深一點、欸、那我就說深一點，用不同的舉例，我這個做生意的、欸、跟他說賺錢，你學佛吧，你就蝕了，那就賺了嘛，是不是？佢即同佢講唔同嘅嘢，係嘛？我煮餸啊，話、這、呢個唔係唔好味啊，呢、這個好味咯咁。即係用唔同嘅舉例講述咗法理嘅精妙，目的係令到對方能夠明白清晰明白佛法嗰個內容。即係意思係咩？叫做五分法身香成就咯，係咪戒定慧都成就咗啦？咁佢自己解脱未啊？解脱，佢仲識唔識得解脱眾生嘅知見啊？解脱知見，嗱呢個五分法身成就來於嗱，而家淨係講緊呢啲比丘同埋菩薩啫喎，係佢哋話俾在座嘅人聽，呢班人早已成就無量菩薩行，於波羅蜜多得大精進成就咁解。還兼夾點啊？能夠善知一切言辭方便，咁言辭方便嘅作用攞嚟做咩嘅？係度生啊嘛！咁我自己同自己使乜言辭方便啫？我明就得啦，係咪先？但係我要度佢喎、啊，死啦死啦！聽日同邊個人講咧？咁哦，同嗰啲人講，哎呀，佢做咩生意嘅咧？哦，做啲生意，咦？佢做邊行嘅咧？啊，佢教書嘅。會用不同的方法令到對方在他們的基礎能夠明白佛法，所行威儀具足清淨。所謂威儀者，就我們叫四威儀，是不是？四威儀就代表什麼？行住坐卧，就是說這個人很端正，行端正，住端正，坐端正，卧端正，具足清淨。他們呢都已經呢不是理論，對佛法嚟講咧，唔係知咁簡單，唔係信咁簡單，唔係解咁簡單，係信解行證都能夠成就咁解啊！啊，適宜得住三解脱門，全部頭先我哋所講嘅介紹呢兩類學生同學啊，出場嘅人，包括大比丘僧。同埋呢啲菩薩咧，都能夠咧，全部可以安住咧三解脱門。咁三解脱門咧就係、是、二乘嘅嗰個目標嚟嘅。啊，咁即係話達到咩咧？有冇我？有冇人咧？冇啊！虛空所有一切皆是幻化，有冇一個實嘅我嘅體喺度咧？冇。有冇一個實嘅相喺度咧？冇啊！好啦，空即係宇宙嘅空寂，佢都要譯空門啊！
空嘅咧，咁空門相反係咩啊？色門啊，啊相對嘅，即係世間嘅物質能量咧，我哋叫做色，啊、演變嘅，佢哋會有元素喺度組合分離，組合分離產生唔同嘅改變，就有過去、現在、將來嘅色相。咁空係咩？就是、包容呢啲色相元素不斷變化嘅常寂本體虛空。好啦，無相係咪佢哋已經明白到所有相都幻咧？明啦。咁有冇緣嘅咧？咁啊，菩薩係咪有無數悲緣啊？咁我哋發普賢願啦，普賢願係咪願嚟嘅？地藏菩薩嗰啲累劫重願，我先領一切眾生成佛，然後我方成正覺，係咪累世重願？呢、这個咪佢本願嚟嘅？係啊，咁呢啲願真定假？猶如演員，係咪演戲啊？當你演到一個角色叫光目女、婆羅門女，咁你要度咁多眾生，咁你點先度到啊？發願。嗱，好奇怪，當你發個願嘅話咧，你一獻俾佛咧，佛就一成就，你就喺呢個如幻嘅片場，你就有呢種力量。但呢種力量點樣度到佢咧？係咪做緊戲啊？啊，呢個微妙就喺呢度，係幻化。咁實質上有冇願嘅咧？喺呢個虛空本體，冇嘅，係咪三昧啊？咁呢個算唔算三昧咧？係如幻三昧，喺一切緣海過去、現在、將來成就普賢十願，成就呢一個地藏大願啊、本願，或者一一菩薩發一一大願，成就一一佛身。我哋啱讀完嘅東方七佛係咪有多願？藥師琉璃光又有願，阿彌陀佛。行比丘行呢個法藏比丘嗰陣有48大願，成就咗佛國。呢啲咁嘅現象，原來係宇宙虛空菩薩幻化度生嘅劇本嚟嘅，個劇情嚟嘅啫。喺虛空有冇呢啲現象啊？有現象，係咪一出就冇咧？同屬幻化，所以佛說莊嚴佛土。即非莊嚴佛土，是名莊嚴佛土。咁喺當中有冇真實嘅願出現過？有冇真實嘅願永恆不變嘅？冇啊！呢啲願咧係不停咁生，就不停咁演變，係咪咁解啊？就好似我哋嘅細胞，就好似我宇宙虛空嘅元素，我不斷去投放呢啲因，係咪有不斷嘅果啊？所以虛空界盡，眾生界盡，眾生業盡。眾生煩惱盡，我呢個願有冇窮盡啊？冇窮盡，我啲願係不停咁塌咗個永動機咁解。但係係咪幻化嘅？係，所以佢進入咗一個空無相無願，稱為三種三昧，又稱為三解脱門啊。以無礙智通達三世。啊，夠鐘啦。咁啊，無礙智通達三世，留翻下次講。好啊，咁啊嗱，我哋咧，淨係呢一個解釋呢個出場嘴啊，佢好簡單嘅呢啲字。咁但係我哋將佢個含義講咗出嚟，即係聽呢一班聽呢個守靈嚴三昧經嘅人，嗰啲根基犀唔犀利啊？你話呢本經咧，同呢啲人講，你話呢本經到底講啲乜？欲知事後如何，我哋下個禮拜繼續，請各位一齊起立做個回向。願以此功德，願以此功德，普及於一切，普及於一切，我等與眾生，我等與眾生，皆共成佛道，皆共成佛道。感恩老師。